ワンワン旬ミスターヤンに挑戦のコーナーです。これから流れるショートスキット字幕なしでどれだけ聞き取れるのか挑戦してみてください。後ほどクイズにも答えてもらいますよ。今日は教室での会話ですよ。马上就要开始了，大家注意听啊。没有了，没有了。什么没有了？桌子。嗯？啊，不不，我的桌子上的词典没有了。桌子上的词典，哎，书包里有没有？书包里没有。喜宁，书包的下面是什么？哦，有了有了，太好了，太好了。ここで語句の確認です。の文末のれは何々になった状態の変化を表します。词典辞書书包カバン下面何々の下これまで下面と習ってきましたが下面とも言います。没有了没有了。什么没有了？桌子。嗯？啊，不不，我的桌子上的词典没有了。桌子上的词典，哎，书包里有没有？书包里没有。喜宁，书包的下面是什么？哦，有了有了，太好了。太好了。ここからクイズです。第一問。谁的词典没有了？正解は？一、西宁的词典没有了。なくなったのは辞書ですね。第二問。词典在什么地方？正解は二、书包的下面。カバンの下は何？とホアンフーが教えてくれましたね。それがヒントです。第三問。书包里有词典吗？正解は一、没有。第四問。桌子上有什么？正解は三、词典和书包。辞書とカバン。第五問。黄鹤的桌子上有词典吗？正解は三、没有词典。没有了，没有了。什么没有了？桌子。嗯？啊，不不，我的桌子上的词典没有了。桌子上的词典。书包里有没有？书包里没有。喜宁，书包的下面是什么？有了有了，太好了，太好了。今天
介绍的是作为研究生院在日本首次开设的汉语同声传译培训课程。今年四月开设的这门课程，目的是培养专职同声传译人才。アジアや世界の中での環境問題の解決において、指導老师是中本庆一。中本老师多次担任过政府要人以及国际会议的口译。为什么在研究生院设立了这门课程呢？我本人在以前担任翻译工作的时候，经常有一个体会，只能在现场通过锻炼来掌握一些知识什么的，所以我认为就需要一个比较正式的正规的场所，在这里的集中一段时间好好的学它一段。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就有可能像欧美那样的，那么既在实力方面它拥有实力，那么又具备这个资格，同时呢就又能得到这个学位的话，那就像欧美的那些个翻译工作人员一样，在社会上得到认可和评价。这一天举办了逼真的模拟研讨会，参观者很多，九名学生交替入场。第六呢，即使说错了也要求和实际的会议一样，不能更正。在贸易方面，承受这种紧张感也是训练的一个项目。之所以能成为日本，それがいち早く公害問題の重要 ODA についてですが、一年级的小刘看起来很紧张。これにより虽然有底稿，但是边听日语边翻译是很不容易的。また中国からの留学生ですが、逐渐增多。另外，中国留学生人数呢达到32,000人，占海外留学生总数的54%。讲演的时候，有一些底稿里没有的发言也要翻译，以测验临机应变的能力。簡単ではありますが、簡単ではありますが、私の話はここまで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大家的倾听。接着，同伴小徐也顺利过关了。玩是玩了，啊，但是还有很多课题。比如说，小刘，你觉得你自己的课题是什么呢？觉得今天还是有点紧张，然后有点紧张，发音呢也不是特别到位，在翻译数字的方面反应不够快。您觉得应该就是在现场应该怎么来，就是更好的来克服这个紧张的心情？紧张的气场这个问题，对吧？我看最重要的是，有人说用一种腹式呼吸法啊来克服这个东西，这是一种办法。最好的还是经常锻炼。慢慢的，慢慢的，自然起来。同学们比起来，这所学校中国学生占了大多数，这是明年将进入这所研究生院的日本学生池田。怎样练习才能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那就五个字了，要听，要念，要说，别忘了这个音，最后还有一个翻，要多练。你比如说2007年是邦交正常化35周年，而且是日中文化体育交流年，2008年又是奥运会，2009年是建国60周年，2010年是上海世界博览会，所以两国之间的交流啊越来越频繁，这就需要大批的能从事能够发挥语言桥梁作用的，为社会提供优良服务的翻译员。